丹芬，你找我？我是来向少爷告别的。你要走？嗯。是不是太太辞了你，我去找他？哎哎，不不不，太太还不知道呢。本来我想不辞而别，一走了之的。可是犹豫再三，我想，我还是告诉你一声吧。 你为什么要走啊？不走不行吗？要是工钱方面的事儿都好商量。正好笑，好像我到你们家来就是为了工钱似的。那你是为什么来的？在我走之前，我想让你知道一个秘密，关于我身世的。我听说过，你家是个穷奇人。嗯，奇人不假，不过。 并不算穷。我从小就是在这个园子里长大的。在这个园子？对呀，把这个园子卖给你们家的，就是我爷爷。你是王爷的后代？嗯。你是格格？怪不得家母说，你身上有贵族气呢。嗯，落魄贵族罢了。那个时候。 虽然我爷爷还顶着乾清王爷的名头，可是早就一钱不值了。你想，连皇上都拎不出紫禁城了，更何况一个过气的王爷呢？他又不善经营，除了这个园子卖了几个钱，家里已经贫困潦倒，一文不名了。你们有了卖园子的钱，你又何必来做女佣呢？这是秘密里的秘密，我呀。 是来寻宝的。寻宝？喏，这呢。我爷爷卖了这个园子，不久就过世了。我阿玛，你知道阿玛吗？阿玛，你懂吗？不就令孙呗。对，我阿玛在整理家中旧物的时候，发现了一封信。里面说，我们老祖宗在修建这个园子的时候，按照萨满的神事，在地下。 埋了一批金银珠宝，为的是聚拢地气，保佑我们平安健康。哦，原来你还肩负着这么重大的历史使命。那你找到了吗？我按照信里说的，把这边都找了个遍。嗯，结果还是两手空空。哎，丹芬。啊。 你不是已经得到了手，要远走高飞吧？如果我满载而归，还告诉你干嘛呀？哈哈哈，有理，言之有理。哎，看起来，这就是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一个美丽的谎话。也许，他希望我们相信这笔财宝的存在，永聚不散。哎，可是。 他们怎么能想得到大清国气数已尽了呢？戴芬，先不说这些了，那，你准备回到哪儿啊？我的梦已经醒了，不要再想着天上掉馅饼，坐吃山空了，还得靠两只手，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。戴芬，嗯，我想问问你。 你有自己的心上人吗？没有，我阿玛还想着等发了财，给我选个额驸呢。哼。那如果我真心实意要求你留下来呢？嗯，留下来？啊？干嘛？给你做丫头？不，这是我的伤心地，我就是再伺候人，我也该换个地儿了。 不，不做丫头。哎，丹芬，你嫁给我。丹芬，你问问你自己，你就从来没有喜欢过我。嗯，那个时候你还有红玉呢。可现在呢？现在的红玉表妹一定在天堂为我们祝福呢。
爱的，你找到宝藏了吗？嗯，找到了。金银满库。嗯。头上蓝田玉，耳后大秦珠。比那个还要贵重100倍、1000倍。在哪儿啊？近在眼前，他呀，就在我身后。弟弟和戴芬终成眷属，我和孙亚回到了自己的生活，等待着那个小生命如期而至。只有妹妹莫愁，却苦守在青灯古佛旁。哎，莫愁，莫愁，怎一个愁字了得？身子的，哎，你看看啊，智美斋的酸梅糕，天意斋的李阳羹，还有天宝楼的烧羊腿和这个仿膳的肉末烧饼。哼，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些啊？留心处处皆学问嘛。曾三爷也会留心别人了。哎，我看看。嗯。哎，这给咱们孩子织的，大了吧？这给博文织的，小孩子长得快。如果孩子的亲娘能看见你对孩子这样，也该瞑目了。你老记着给我买东西，都把博文给忘了吧？买了，早就让暗香收到那屋去了。哎，孙亚，嗯，你看这个。京城某局宫前清曾为户部要员，民国以来历任要职，都与财金有关。此宫长袖善舞，聚敛有术，化工为私，安赃枉法，令人发指，不一而足。哎，这不是牛思道吗？再往下看，更有甚者，此宫生有良子，酷谢乃父，横行京城，作恶多端。前者其二公子以自由恋爱为名，竟将某姓清白女子骗入咖啡馆，实施强暴。说的是莫愁。落款是不平事。不平事。哪一段？这段。这个不平事是谁呀？给女子痛不欲生，卧跪求死，幸而被救，心如死灰，自断情丝，遁入佛门。可怜的莫愁啊！呜呼！天理何在？公道何在？少有人心者，能不为之侧目？为之扼腕？这是谁替咱们说了一句公道话？人心不死啊！看报看报，看顾家恶少逼良为娼，才在某宫他姓字名谁？快看报了，快看报了！看报看报，看顾家恶少逼良为娼，快看报了，看报了！真是太急了，看看报，看看报！怎么这样？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古有明训，于今犹然呐！念什么念啊？啊哈，这还有一段呢。据悉，某公正在联络南京，
谋求北平特别市副市长一职，倘若此功如愿，则北平百万百姓俱入阿鼻地狱矣。哈哈，写得好，写得好。什么烂报纸，破报纸，都是乱党办的。我告诉你，那个什么主编还有不平事，统统要被枪毙。哎呀，这要是你爸是北平市副市长，那也没有权力枪毙谁呀、啊？还有检察院，哦，最高法院呢？好，那你就等着看吧。哎，我这儿还有一份，要撕吗？你，曾金亚，这个不平事到底是什么背景？马上给我查清楚。这个不平事，他倒是门清啊，连副市长的事情都知道，好像他在边上看着似的。这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。家贼？谁呀、啊？跑不了咱们家这三亲六故。你跟谁说过什么没有，老爷？不会呀、啊，那些人都非常可靠啊，怎么会呢？你再想想，我好像跟曾文博说过，这案子破了。曾文博知道，姚木兰就知道，他是在给妹妹打抱不平呢。最多不过妇人心。咱们不管那些，只要父亲的副市长一发表，就封了报馆，抓了不平事，直接下到死牢。